接下来呢，高碳嘛，高碳嘛，就是前后和左右的关系。前后的关系。这个动作是前后的关系，左右的关系。但是左右的关系，你不能够把肩弄到前面去了，不可以。首先，肩在转，过了，到最后肩再回来，看到了没有？肩就是因为这个最怕这个爆发力啊，它需要前后的拉扯锁住，对，这是切喉的，而且这个手啊，大家放在腹部就错，要放在肋，放在胸旁边，不能放在前面，因为你是带着对手的手拉着他的手，而你如果放在肚子前面了，对手如果手里还拿把刀，好了，你先死吧。我们现在很多啊，高碳嘛，都是虎口向前。好，右分左蹬脚和我们的